大家好，我是虎克网的小张老师。今天这节课主要为大家讲解 SketchUp 制作书模型，其中重点是矩形工具的使用，难点是材质工具的使用。素材和原文件可以在视频右侧点击黄色按钮下载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 SketchUp 制作书模型。我们选择推拉工具，将它进行推拉掉，将右侧也连接一下辅助线，选择一下推拉。在这里使用缩放工具，缩放到相同的位置上。我们使用直线工具，将辅助线依次进行连接。我们使用推拉工具向内推拉一段距离。我们再使用材质工具为它施加一个材质。再在编辑段中修改它的尺寸。好了，此时我们的书模型就已经制作完成，本节课程讲解完成。学设计上虎克网，